面值10元嘅纪念邮票小型箱，背景系1911年落成嘅旧邮政总局，同自1976年启用至今嘅新邮政总局外貌。邮票上就有新旧两款邮筒，形成时代嘅对比。而为咗纪念服务市民170年咁耐，香港邮政喺选择新邮筒影相时都花过心思噶。呢个喺九龙城联合道编号170嘅邮筒就选印咗喺纪念邮票上。咁睇翻呢个邮筒同早期红色圆筒型嘅邮筒真系好大分别噶。邮票上嘅两个邮筒仲有粒特首感，而且今次系第一次有邮票采用星形齿孔，相信一众嘅集邮爱好者都会觉得好有新鲜感。呢套邮票小型章同套折会喺25号，即系香港邮政局启用170周年当日喺各间邮局发售。当日仲会有职员用人手帮一众嘅集邮爱好者喺首日封上盖上特别设计嘅邮盏。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陈雅欣报道。